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鸡腿，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关于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的游戏资讯。这次的主题主要会围绕在 CH1 的远征时装世界与 CH2 将为造型的获取教学上。那我先跟各位说，这两套时装真的非常轻松就可以拿到，只要听完我等等的介绍之后，就算是无氪玩家，甚至连 CHE 都没有抽，要获得也真的完全不难。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，直接开始吧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时装的积分方式。这次要获得造型，需要在期限内累积满1500点积分才行。那如果期限内没有达成，就是改成给8888秒换新，绝对不是可以利用8888换新购买这套时装。然后这个活动长达90天，它会从 CH1 跨到 CH2， 重点积分的方式也会一起累积上去，稍后我会直接让各位确认真的可以。首先是初始 SSR 的部分，第一个项目是每当我们获得一支远征武将就可以获得30点积分。那照理说 CH 一直有6支角色，但任务这边却可以解到同时拥有7支，因此可以确定 CH2 的角色一样可以列入计算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1星30分、3星60分、5星120分，所以一支五星的总分是210分。接着 U2 之后一火150分，3火180分，5火240，那两边加起来之后可以确定一支五火觉醒的远征武将是780分。另外这边顺便跟各位说一下，一支一火是360分，然后3火是540分，那要让一支角色升到五火总共要25支，也就是1500碎片。讲到这边各位一定想说，这样听起来哪里像是无氪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对吧？ OK， 那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废话，只有世界时装可以跨到 CH2， 这个是重点而已。不过毕竟基本的积分方式还是要讲解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要进入主题了。我会说这个时装非常简单，是因为 CH2 的时候一共会出现6支武将，这6支武将在设定上虽然都属于远征类别，但里面的丁凤跟徐盛他们却不会列入 CH2 的行列。这样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的获取管道不会一模一样，到时候 CH2 开放的时候一样会有一个远征杂池，这里面会抽到丁凤跟徐盛还有其余的4支武将，使用的券就是 CH 通用的远征招募券，但 pick up 招募池不会有丁凤跟徐盛的角色轮替，所以 P 池实际上只会有4支武将而已，因此抽外的几率会比 CHE 时还要低很多。这样我们要集中投资一只角色就会变轻松，要达成世界远征的五火也会变得比较简单。接下来的就是重头戏了，丁凤跟徐盛他们除了远征这个大众池以外， CH2E 开放的同时，我们原本用武将招募券的这个普通池也可以心愿指定这两只新角色。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时装有多简单了吧，而且获取的管道还不止这个，三顾茅庐一样也会同时开启，当然友情抽也有机会命中。然后初始 SSR2 武将碎片也可以指定丁凤跟徐盛，但是 CH2 限定碎片就不会有他们，当然还有武将拍卖行也行。所以以远征时装来说，它的难度真的超级低，开放 CH2 的时候时间还会有一个月以上，可以获得这两支武将的管道这么多，要在一个月内让两支可以普通招募到的武将五火真的并不算难。再加上大部分的玩家在 CH1 的时候也会拥有一定的基本分，至于原本就有抽的也可以选择拿个几支补分数就好。那这两支角色是火烧队伍的不动核心，想玩火烧就一定会用到，所以基本上抽了也不会吃亏。反正简单来说，世界时装真的随便都可以拿到。那各位如果真的想要以最省的碎片数量去解这个时装，就可以选择一支自己想要的角色投资到五火，然后第二想要的投资到一火，最后塞个4支3星，这样就是780分加360分加360分，总共1500分，这样最后的碎片数量花费会是最少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其实就是来把这个资讯透明化告诉给各位，让大家知道就算不花钱去判限定角色，也能利用相当多的管道累积分数来获取远征时装。那关于姜维的造型就没有办法把 CHE 的分数列入考量，它的积分条件限定要蓬莱武将。那分数的部分，一星一样30分，3星60分，5星120分，然后 U2 之后一火150分，3火180分，5火240分。分数的比例跟要求都跟远征时装一样，只是远征时装
可以跨到 CHR 计算，但姜维造型只能算蓬莱的部分。但老实说，一样没差。它这个造型开放的时间是48天，你只要在期限内弄好刚刚上面说的一只五火、一只一火、四只三星，还是一样达标。所以其实这两件时装，只要你能拿到一件，另外一件就几乎也等于到手了。那最简单的方式，想要两件都稳拿，就是 CHR 开放之后，把资源投资在丁凤跟徐胜身上，只要这两只都有五火觉醒，就算 CHE 没有分数，也可以两件都一起拿到。当然计算的方式还有很多种，但毕竟每个人的刻度与运气都不同。那希望这次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，我是鸡腿，我们下次见，拜咯。波乱巻き起こる三国の夢、史書では書ききれない壮大な物語が幕を開けた。ほのぼのとした日常もあれば、にぎやかな宴もある。そして芽生える絆も。しかし天下というものは、いつの日か必ず分裂するもの。やがて魔人が現れ、悪しき者たちも猛威を振るい。戦の波は広がり、のろしが各地へ上がった。暴君に支配される大地、君たちの犠牲は大義のため、それが定め。けれど、君たちのいない世界なんて望んでいない。結局俺は君たちを、そしてこの崩れかけた世界を救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か。主様、主様、将軍様、上主様。あ、よかった、やっと目が覚めたのね。運命を覆そうとするあなたは何を選択する？